超大道防护服，一上班三个多小时，感觉到非常的闷，说话都要非常的要慢，而且要稳。现在已经是汗流浃背了。我今天的工作呢，主要是治疗，负责病区所有的血液体，还有口服药这些，还有病人今天在输血。这是我们的病区，这是我的小伙伴在给病人输液体。还有就是今天因为下午我们是下午的班，还要打扫整个病区的环境，及病房的卫生。在干嘛呢？录制录小视频。然后这是小伙伴，是位非常厉害的男护士。说两句呗。我都看不清了。对，都是雾了。对，我们的护目镜上面都是雾气。就是看视野都非常的模糊。对，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吗？再说一下。没啥感受，就感觉有点闷。闷热。对，而且我的眼睛已经看不到了。就是的，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辛苦。好，这个非常病区非常的大，就是我每天要所有的，包括卫生，病人的生活护理，还有一些。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们来，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，包括一些清理垃圾，病人都在病房，然后那个什么，一般是不容许那个什么，离开病房的。